上，抬头上，小心膝盖，抬头上，上上放腿，回来来来过来过来。看前面跑，看前面跑，重心压低，重心压低，不要慌，掉了就得重新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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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一点，别挂到网了。啊，何苏，何苏，快加油！推推推，第二名推！加油，快点！上上上，抬头上，小心膝盖，抬头上，上上放腿，上放腿，推！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推！快上上，来推推呀推呀，可以！下去一个，下去上去就下去，快下去一个，下去一个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下去一个 ，OK。越过红线，好报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越过红线，越过红线，越过红线，好报告，快，快，快，又回来了，报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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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是第几战队？第三战队，一分零八秒。第四组59秒85。耶！厉害，我加油了，我是加油了，加油了。可以啊，不错啊，真的是摔倒之后接着爬起来继续跑，救他。第一名是第四战队，获得4枚。动手，到。下面我们保持现在队形，跟自己的教官到下一个训练场地，各教官带走。好，第一战队，前进。来，前进，走，我们第三战队跟上第二战队啊，前进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集训比拼，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啊，是泥潭格斗，主要考验我们男人的血性以及男性力量的比拼。规则：4支战队，每支战队派出1名队员参赛。格斗比赛采取2轮积分制，第一名给战队累积3分，第二名为战队累积2分，第三名为战队累积1分，2轮成绩相加总和，第一名的为战队争取3枚追光勋章，第二名的为战队获得2枚追光勋章，第三名的为战队获得1枚追光勋章。那么同样，最后一名没有勋章。听清楚了，明白。格斗规则。在格斗过程当中，如果有队员先倒地，全身倒地，或人员跃出泥潭以外，身体的任意的部分啊，跃出泥潭部分，我们以这个边缘为准啊，淘汰的队员迅速离开泥潭，剩下的队员啊继续进行格斗比拼，直至泥潭当中只剩一个人为止。规则大家听清楚没有？清楚，清楚。那么下面各队商讨出来1名参战队员，给各队30秒的时间。过来，应该是杨和苏。我来吧，我重一点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你来吧，坐好。嗯，大师弟哥上。谁啊？是你的，是你的。我打泰拳。是啊。打泰拳。我们的出战人选。你来，我来。各队30秒的时间。行，我可以。是。跟你平时摔吗？嗯。你可以啊，你的肌肉 OK 吗 ？OK。集合，所有人注意啊！首先，请第一战队出战人员向前一步走。好，第二战队出战队员向前一步走。第三战队出战队员向前一步走。第四战队出战队员向前一步走。